这个强度的电压理论上能让一切的电子设备过载，但是人也扛不住的。我做的这个电阻不知道管不管用。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，你不会看着我死的。不不不，你等一下。预备，开！ 希伯克拉底圣经记忆中，无论只有何处，遇难活女，杀人活恶人，我只为一目的，你当就是负伤，让我生命与艺术能得无上光荣。哎，哎，哎，哦。 你向楼主说呗，踹我干什么？来了，你们都来了，拿我走呗。神经病啊！脾气没变，算上今晚，我救了你三次。 你就这么感谢我？你要我怎么谢你啊？送我点什么？送你上路！ 当兵的身体就是不一样啊！
여섯.